圣方济各书院40周年同学会参加翡翠谷文化生态深度自信旅游活动。因为花莲现在台湾在搞选举，而万商旅行社的贵宾莅临木谷沐雨民宿，享用原住民风味养生餐。圣方济各书院40周年同学会参加翡翠谷文化生态深度自信旅游活动。玩玩过来，Hey!
漂亮。哎，你们进来进来，出场哦。哇，一二三，哇，好可怕。啊，好。时间好了，好，到步道了。好，我们到第一阶就好了。好好，只是走。所以你们会看到你们的影片呢、啊，我会交给我们那个小姐。好，好了，花莲哈、啊，有花莲有两个山脉，中央是，我这条溪哈、啊，叫木瓜溪。为什么？来看多用哦，好，啊，看多用，一、二、三 ，good， 很好，会织布，才能够纹面、纹脸颊。等下回到家，我再给大家看我阿嬷的照片。那我的同事。你看看他这样去修理我们了、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待会要走的是悬崖峭壁的步道啊，以前是公路啊，现在是悬崖峭壁的步道了。好，买公路啊，对，现在就跟着等。对。你们这些同学应该散布到世界各地啊，世界各个角落都有。哇，怎么那么棒？是啊，很干净啊。来，跟着我走来。好，我们往下走。往下，注意安全，慢慢走。如果怕走的话，等我牵你走下去。下去比较难呐、啊，上来就简单了、啊。怎么四只脚了？四只脚了。等下上去就比较简单了。下来比较困难，上去简单。
不晓得要踩哪一个了，路太多了，下来比较困难啊，上去就简单了。12, 14, 16, 17，好，不错了，很多数人筛下来了，上去就简单了。同学要不要下来啊？我背你下来。没关系，有一个脚受的。哦。帅哥，你是在台湾长大的，在台湾出生的？对。怎么那么好？就是他们同学。哇，漂亮哦！漂亮哦！好，一、二、三，睡哦，再来一个，一、二、三，三，好。
啊，好，你们分手。哇，那个石头都很稳呐、啊，大胆的走，很稳的。好。啊，水，打到水了。就比较严重。对。
啊，对啊对啊，袁静茹家就是这路口啊。对对对，二四六八，十十二十四十六，十八二十全到，全到了，二十一个。